看你哦，也前前后后换了这么多工作了，不然我介绍你一个，我刚好认识一个制作人在拍戏，不然你他缺一个坏女人的角色，不然你去演坏女人好了。对，然后我想应该会很适合这样，结果他真的非常的受伤，对，一受伤之后就想说他一定要稍微做一点修饰，让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一点。这个呢是治疗完之后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哇，差很多，好很多。如果他补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仔细看，其实他的夫妻宫的地方跟脸颊的地方都只有做一点点的调节，但是它整体的比例就不一样了，视觉效果就会变得很柔和很多，所以就比较不会觉得让人家难以亲近。那甚至眼睛在视觉上面也会大一些，因为太阳穴的部分是负责把眼睛给支撑起来，有感觉他眼睛比较往上提了，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有神了。对，但是医生有个很可怕的问题，有没有哈？变大脸好正，这我太正了，这个问题严重，这个这叫大小眼，这是什么啊？对，我蛮严重大小眼。哦，这个左眼比较小，右眼比较大。其实我们人呢，眉毛左右是不一样长的，包括耳朵也是一样。他这个大小眼的话很可怕，会造成顾前失后顾左失右，而且哦，产生很大的一个判断错误。所以这个有没有可能把它调成一样大小？其实像这种细微的调整大概都是单边做注射就可以了，就是用一点点玻尿酸或者是金量子这种有支撑性的材质，它就可以把眼尾给支撑起来了。因为我们时常在看电视，有没有一些坏人有没有在看着他就这样看，有没有李贤啊？你那个是眼睛有失调吧？不是啦，啊，我们看古装那个员外很坏，阿里边可以得位，就是这种大小眼。那你是天生，他是做出来的，所以这是有危机的。OK， 好，把它成大小一样。不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有那眉毛高低有点高低眉的也会落差，有其实一点点改变，这个人的相就整个感觉完全变了。对，所以表情很重要。OK， 好。那像沈玉玲要改善哪里？我应该是算 perfect 吧。perfect 玉玲哥是因为缺点多到不知道该讲哪一项，就说做头颅移植会比较好。真的？会不会比较好？真的？玉玲哥以前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后来弄掉了，幸运大开，那是粉瘤。对，那就弄掉之后，你看整个人。听说他那么多年没弄掉，就是你叫他不要弄掉。对，原来是你哦。他老师跟我说那个聚集能量跟磁场。好会骗老师。他确实，老师确实在那十年之间是我运势最好的时候。对。他后来慢慢走下坡，我就说啊，这个应该是差不多了。那没关系，再种一颗。气数已尽啦。再种一颗，他就移植一颗。对对对。没有，那个阶段性的任务已经达成了。对对 对。那本身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是。属于仔细看玉林哥的话是属于月球表面的皮肤了，哦，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几青春痘挺凶的，这是谁啊？嘴巴变胖干嘛？星球崛起，你有病啊？那我宁可要原来的，原来的比较好，太可怕了，把它做磨皮啦，好恶心了啦，之类的，这真的很糟哎，而且感觉起来，怎么看着变更胖？感觉起来是整个。施肥然后吃了河豚中毒，对呀，这不懂起好骚哦！你这张很像连胜文枪击刚出院的时候，我笑，天，好惨！哎，我没有办法想象，真的，哎，我没有办法想象玉林哥可以难看成这样。没有，他这样就很可爱，他这样就算了啦。对了，这样就很可爱了。其实我目前这个状况，我把皮肤去做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磨皮嘛，飞梭什么，弄净肤，飞梭镭射，皮磨一磨就好了啦。OK 的，其他真的，我也不生了，千万不要弄成这样。你光磨皮没有用，你把五官都要磨掉了，你知道吗？我还是把我的人生也一起磨掉好了。还有谁？通常我们很多的痣要暗痣比明痣好，头皮里面、鼻孔里面、眼睛里面。脖子里面身体的痣叫暗痣，黑的比红的好，暗的比明的好。像这个贵夫人她的痣比较多一点，有时候借由这个化妆或是镭射去掉痣的话，我认为对她的后续的夫妻感情啊，她个人事业财富会好很多。以正面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她应该去打个肉毒杆菌，她那个眉毛那个线条很皱眉纹，皱眉纹很深。我觉得他可以跟王满娇阿姨演一部戏，两个就是双胞胎的感觉。对，我这个人我们应该认识吧？这是那个柯文哲的啊太太，对吧？佩奇。哦，那这就是柯市长了哈。已经这么高票当选，你要他改什么？没有，再好的面相也有他小小的缺点。对啊，他的眼睛有点往上，下面是白的，所以很多事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整个来看面相的话，我认为他的皮肤会跟这个玉林哥接近，
都变胖了。美，你是不是都美图秀秀？然后就说稍微下巴变大。我觉得这个皮肤代表运势啊，好的皮肤代表我们说为什么要娃娃脸？为什么要光泽有弹性？他眉毛也短呐，他眼睛也小啊。对啊，那你不觉得他是把这个小专注在他的事业跟他的研究？他的眉毛短，没有时间交朋友。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哪有时间交朋友？所以专注在他的工作上。哦，所以是这样子的。OK，好。那林医师问一下，到底这个液态拉皮是就刚刚讲的，就适合凹陷的地方，可是眼睛周围是不适合做的，对不对？对。那现在，那人世间现在又流行什么人世间？坊间。没错。人世间。我想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先借回来一下？你讲 OK， 因为我们知道你很豁达，你很多这样 OK 耶。这人世。如果白云讲，我们就担心了。阴间现在还有别的另外一种方法？对啊。像有吗？埋线拉皮呀、啊，什么埋线拉皮呀、啊哦，什么对对对，什么音波，对对对，超音波。其实哦，这个还是要告诉大家说，虽然人世间有这么多选择，但是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哎，也许有的人他真的不想要动刀，那他想要透过仪器的方式让自己紧实一些，他也没有真的要让凹的地方变圆润，或者是有纹路的地方变平，他就真的只要变紧实，那就可以用超音波，音波拉皮就很适合这样子的人。那如果是有的人他想要凹陷的地方或是往下垂的地方能够多一点支撑，能够立体一点，那个就还是得透过注射，就是需求不一样。了解了解 ，OK， 好。所以各位 ，before 你在这个动这个任何的治疗之前，一定要三思，真的是、哦、是 OK， 而且一定要看很多白老鼠都没死，你再去。对，这倒是真的，案例这么多。OK， 谢谢， yeah, 谢谢。Yeah, 谢谢而且裤子好看，好看，对啊，投票，真的哪里买的？裤子是这一季，真的。哦可是不贵啊，对，看你们一千还是多少？对啊，但是这件是一个本来是一件灾难，为什么？因为我一穿起来的时候，我的造型师就说：“天哪，你是要去哪边端盘子？”哦，因为旁边有搭线，因为它是一件九分裤，是九分的，对，所以很不好穿，所以必须我身上要找黑色的元素，所以这件是。对吗？所以因为它有黑的，所以要配一个黑色的元素，对。然后呢，因为它线条太长了，怎样穿出来？所以要用马靴把它盖掉一半。真的很帅啊！马靴盖掉一半，你就不会觉得是一个想要叫我想要跟我点菜，感觉很厉害，对，腿很长。没有重点，这里是不要配，尽量不要配白衬衫，不行不行，白的不能配白衬衫，因为。这里面没有白的元素啊，对对啊，没有，因为白衬衫马上就端盘子，然后呢，要一个这个也可爱心心的，对啊，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件衣服就有一个重点，那因为是绿色毛衣，因为这是绿色系，所以有它的元素。那最主要是找一条腰带，因为要有金扣子，所以这边告诉各位，你所有的腰带里面尽量买各种颜色都买，要金扣子，要银扣，对，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怎么，就比较好配。看到好的腰带就要买，对，腰带很加分，对啊，非常。所以你看，如果没有这个星星，这件就暗掉了，对，真的有一个亮点在。可是这件，你如果没有这颗星星，你还是可以去抓坏人啊。看起来比较凶猛，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是出任务，很像出任务，对不对？真的超帅的特警。OK。